你问一下镜子，就是说妈妈的未来的对象能不能显现给你看，看你看得到看不到。我不能看啊。你不能看是不是？不能看，那我们就不强求。好、哦、好，没关系。啊，不能，我们就不强求了。而且我头有点痛。你有点不舒服是不是？好，可以不要看镜子吗？好，那不要看。OK。那好，那你看房间还有没有什么要调的吗？啊，窗户打开了吗？开了。开了是不是？只开了一扇。只开一点点啊。一扇窗。一扇窗啊，你觉得要全开吗？我觉得不要好了，风好强。风好强，太怕妈妈太忙了。太吵了。所以墙上没有画，照片。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那你问一下这个房间还有什么要看的、要调的？如果没有，就差不多了。妈妈感情有什么事要问？就是未来都没有吗？如果出国呢？出国会不会比较有机会？有是有，看自己愿不愿意再说。其实重点在你的心呐、啊，嗯，因为那个窗户就代表那个意思了。哦、你其实要开，自己开。他刚刚说不让他开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是啊，因为你自己不想开，他帮你开，你还是会把它关起来啊。所以去美国找那个人是有缘的吗？妈妈心里有人是不是？他说你自己想的话，你自己愿意的话，自然就是最好。你心里有人吗？有一个对象，那你问问看，你自己求，你问问看啊，这个人的对象。应该问说这个人适不适合，然后你可不可以把心思放在这一块这样子，而且你请母娘帮你就是说慈悲指示这样子，来求求看。请娘娘指示是未来走，来母娘有指示吗？我未来会去找他，是他吗？他说你自己心里就知道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确定、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是你的元神功，又不是我。就是不确定，要请娘娘指示。娘娘觉得看，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对了，照我的直觉。未来一定会有一个，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啦。未来一定会遇到一个。那有说现在认识的吗？那个人吗？未来有说几岁吗？可以指示吗？那写在脸有点不。所以看不到。好啦，有时候不能太强求。好，那房间 OK 了吗？哈，好，那我们离开这个元神宫，那我们去看妈妈的花。你如果有不舒服，可以提早说，我们可以先让你回来休息。妈妈，你的后院好漂亮，真的。有一个大池子，小池子啦，不大。它的花在后院哦。啊，你看到它的花了吗？没有，我看到一个，感觉好像是花的啦。玫瑰花吗？你问一下这个，像哦。你问一下这一朵花是不是妈妈的本命花？他说没错。好，妈妈的花是玫瑰花。好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刺。没刺哈、哦，那还好，还不错。这样的，哎，什么颜色啊？有点枯萎，是不是？枯枯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看一下这朵花。可以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花有什么缺点。土壤干不干？花瓣很少。花瓣很少，叶子呢？叶子，它没有叶子。没有叶子哦。都在底下、哦。都掉光了就对了。好，妈妈的花条件不太好，来求一下哈，请公婆帮你调理你的花，求一下。
那公婆有帮他浇水了吗？还在调了。浇了。土有比较有水分了。叶子长了。好。花瓣还没多哎。好。有了有了。都有了。一片。妈妈花有没有香味？哦。它还没好啊。还没好哈。是红色的。嗯，有香味吗？还可以啦哈，好，就一般玫瑰花的香味。那、你问一下生命哈，问一下公婆哈，妈妈的身体要注意什么？为什么叶子都掉了，然后花瓣也枯了？皮肤。皮肤啊，哦，她皮肤怎么了？敏感。啊、哦，皮肤敏感了。怎么办？这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永远都这样子？看不好是不是？前世。前世哦。对，你有怎么样，对别人怎么样？所以他这次才要带这个业病就对了。那有没有他妈妈可以做什么样的忏悔吗？回向，回向。给冤亲债主是不是？妈妈有在念经吗？现在没有。哦，以前有在念吗？哦，那有说要给妈妈什么功课吗？有说要给妈妈什么功课吗？来消这个冤欠。每天念经。念什么经？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妈妈想要念什么经，现在就可以讲。心经可以吗？也是可以。好，每天嘛哈，念经回向给冤亲债主。最好是念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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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忏悔什么的。哦，慈悲三昧璀璨，可以吗？慈悲慈悲。他有说忏悔什么咒的。他有这样说。什么什么忏悔？灭定业真言可以吗？可以，灭定业真言，地藏王菩萨的那个灭定业真言，它很短，每天108遍可以吗？可以，最多是念，就可以念多就念多多。好，然后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，这样子做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再跟你妈妈讲怎么做。那个很短，那个是短咒而已。过敏，还有以后的身体，他们什么问题？没有了，刚刚所有的花瓣叶子都是从皮肤上面掉的。那仔细，你还要啊？问问看吧。那个不准的，现在连准吗？不是，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，枕头都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你现在问这个问太远了，而且会变，会真会变的。妈妈，你的花丛也跟着下雨了。是啊，外面在下，很好啊。这样好吗？是滋润妈妈吗？好，让那个花滋润吗？这样下雨，这样花下雨，这样好吗？这样好啊。好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没有乌云，在这里面没有风，只有下雨。哦，好 ，OK。而且太阳还是在、啊，所以是太阳雨就对了。好，所以等于是给它个滋润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花也 OK 了吗 ？OK 了哈。那有一个花苞也。有一个花苞，什么意思？红色、粉红色。好，那这花苞是什么意思？要不要先让他休息一下？他说他有点不舒服，我等一下问他看看。是你吗？是小孩吗？花苞是什么意思啊？啊哦，你在你妈妈的花苞上啊？可是你不是生出来了吗？怎么还会在妈妈吗？对啊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哎。可是你已经生出来，为什么还会在花苞上？是你依附在妈妈身上就对了。没错，就是我还赖在妈妈身上。虽然你出生了，但是你还是赖在妈妈身上就对了。哦，了解，好 ，OK。等我长大后，它就掉了。哎，是这样的。可能就是小孩子比较依赖啦。哎，好，那妈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有神明在吗？母娘在吗？母娘在下啊。你有没有在下？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事业上面有没有请问母娘我要注意的地方？工作